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执政阅文嘅时间啦。小弟系曾卓文，今日想介绍嘅广东话词汇系哈哈霸霸个哈字。论题系左交屈人虾佢，虾字俗写挛公虾米个虾字，当然啊唔通啦。正写系哈哈笑个虾，虾可以通苛责个苛，可以解做大声斥责人，引申为欺负人的意思。譬如清代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有云：姐姐不用虾我，虾我我也是说，即是话阿姐，你唔好再虾我啦。就算你虾我咧，我都系咁讲嘢噶啦。嗱，左交唔单止盗用 Hong Kong TV 个朵嚟到 cap 水筹款，而且仲盗用王维基先生个头像，响面书出文博宣传，发烂渣闹人。被人督爆之后呢，他们就扮可怜，玩性别政治，屈人恐吓轮奸他，叫人不要虾他是女仔。左交，你们不要再虾香港人林善了，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再不悔改呢，以后就不用旨意再出来行。这个不是恐吓，而是说你哋会被千夫所指，踢出社运界同香港政坛。多谢各位收睇，后会有期。